来四个，来三百，来两百二。来，我票你来两百，过来，两个人给妹妹那个新粉咯。来两百块，来都买到了哦，大家要赶快。要不都拿上来，而且都买我票给你三百，两百块了。来，最后几个新粉咯，两百块都买到了哦。好，谢谢。哦，阿哥别爱上。来归位了。哦，谢谢谢。归位不用等了，我直接拿给你们，因为金融欠尾啊。哦，阿你没等啊，我是只给你上少的，来三百块，归位三百块来。哦，真的，我这条够多的，来三百块，来只八只，再九只，再只十只，瑞金无有钱，不是啊，用直接过来呢。来三百块，归位，来三百块来，动动动，归位三百块来。那小姐换衫啊，因为哦时间点到啊，拢啊换一双衫。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。来三百块来，给你归位三百了。嗯，大家赶快去领。好，又加赚一领来啊，来这领啊，啊，大家欢喜啊，来三百了。来三百块，你是安王爷来哇呀？三百块的，来三百块来。来三百了，来给你来三百块了。我做不了，我不老一条来，来来归位来三百块来。我看心情不好，我惊，我惊，再一步我摊落去。来三百块了，我准备了，我过来，你不知啊？来归位了，快点啊！来三百块，谢谢。好，来还要什么？来，赶快。小白仓呢？好来。哇，松露花枝煎饼。这是回面鬼吧？松露花枝煎饼。这两盒，这两一包里面有两片，一九九。老七的那肉在没啊？来，五杯鸡来。这四包爱四百，这两包爱四百四条，来三百块，来这块找我加，中路客家，松露有松露味，来三百块，来松露花枝煎饼，就是有松露味，是好东西，今日是今仔出来卖讲，无恁去吃无，但是是买今日这两包免三百，四百了买袂着，三百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加四条，两百块多少钱啊？乖，咱我来讲下来，再讲一次，松露花枝煎饼。花枝卖什么？你跟他买点松露嘛，不跟阿兄。松露卖什么？你跟他花有没有花枝嘛，不跟阿兄。一包可能如果总共两给来两百块了，大家吃欢喜。松露有些人吃不出来。松露，松露的味道有些人吃不出来。像我，像我朋友就吃不出来。好，再笑一个，要两份哦。但是叫他带他去吃那个松露意大利面，他在那边吃半天，在那边吃半天，说有吗？有松露吗？有松露吗？有松露吗？都拿到了哈，好，谢谢。大家学这个名家不客气，免费。来给推板了，这个叫嫩煎鸡腿排，超好吃的。你给煮煮要的无啊？没有楼下那些。啊，你等他洗啊，无啊。这鸡熟了，你回去加热，不不炒啊，做个价。来，我爸好久前面了。大哥，来，我们加进来嫩煎鸡腿排，来，冷拌好了，来三斤四斤五斤，六斤七斤八斤，来冷拌好了，八斤蒸嫩煎鸡腿，来十斤哩冷拌。外公，其他无啥啦，都上十斤。十二只给你，两百块来嫩煎鸡腿排，不要挂别个。来冷拌了。四八零零，我来四八零零包来啦。你来，咁多拢我哩啊，哥。来八支哦，来十二支哦，来两百块嫩煎鸡腿排，来赶快，来后面拿到吗？阿伯啊，我来给你来，来嫩煎鸡腿排，来后面来，来两百块来七支，八支九支来，来十支哦，来两百块来各上两支哦，来两百嫩嫩煎鸡腿排，来各上个块来给你，这个不会辣，不会辣，来六支。来十只，再多送两只，十二只，疯了！怎么卖那么便宜？这没货了你。来八只，来十二只，来两百块，阿哥上多块两嫩煎鸡腿吧。加热就好吃了，来两百，弄完哈，多少了哈？好，谢谢。来给退。干杯。来给退来，猪嫩吃小腿，来爱吃给退，他今年不干爹，一包没啥，我三百来两百给我。这已经熟了，都是给其他店面一个小费，做好吃，还已经卸了，别香，熟人口味的，来买三百，这样一包一样，我来两百了，两百过来，熟人吃小腿两百块，多少杯？照没啊？哇，一包是绝对的，我包两，
对啊，买一包，买三包，加我两包，来包我两，我你记住了，输人吃啥对了，一包一百五，多少了？好，谢谢他，我来去吃啊，一包八五，不然哎，不如去收看，乖，这是啊，加热就好吃喽。来，酥嫩小腿够来个价吧，一百五而已，来，这是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来一百五而已，不要买两百了。八五红鲟沙包，酥嫩小腿都买到了啊，谢谢，外面给你一包，比较好吃，不过点了，够一，哎，你给我一包啊，都还有啊，高部位啊，真开心，谢谢。还好吃，我请你点五位。来，要吃鲜虾云吞两盒200块，一克啊十粒，120块，两克啊二啊是200，一克啊够人来200，三克啊200块，有人要吃云吞无？鲜虾云吞，干脆安尼好啊，恁两个买得了，来一克要十个来200块呢，来云吞200块来四盒给你，200块都完诶，鲜虾云吞，来最后一位哦。一克啊十粒，只四克啊400，来200块，外面来。先下一吨，小姐要吗？哦，有，还有，来一吨了，我来，来200块，有了，都拿着账啊，来，放这边，等一下我找你嘿，来200块，来够两个人给阿伯伯奖金，来200块，等，快点钱，你当初你夹巴的，我都不敢你给钱了，来200块，我给你钱，来200块，够300块奖金了，不好，快点哦，来200块云吞，还有谁没买到的？煮汤、煮面、煮火锅都很适合，都好吃。来，200块拢完哈，云吞，好，谢谢。还有那边蛤蟆是吧？来，干贝，一克啊，免500，免400。哦，先我你看，哦，连干贝这样半斤重300公克，老贝姐，起码是500公克，但是它解冻就是半斤300公克，免500，400，来300公克。两三百啊。一克啊卖你，一克啊请你，来两克啊你免500，来300块来。300块来两盒哦，来300块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用炒的，煮汤都好吃。来300块干贝够吗？啊？来300块，这里存了没？存几年了？我的，我的。我看一下。是吧？我的吗？我还没被介绍。我打电话老几都没有。二来阿哥，我们讲一下。下巴，鲑鱼下巴给客家来，我鲑鱼下巴做我吃，鲑鱼吼，哦鲑鱼我买点点，阿妈买不了，好鲑鱼买了，不阿妈嘿，来要吃鲑鱼的漂不漂亮？不水吧？真正水的，两条400块也来，要吃也使，三条免700、600，来500块招一个买鲑鱼，500块头家炸是吧？头家炸四条哩，来500块来，头家你嘛无钱，来5条哩，来500块了。就姐妹鲑鱼来，500块，想吃鲑鱼了，不可能那么便宜，赶快拿钱，来500块来，给你3条哩，来4条哩，500块来，今天够几块？来5条，你真来，没有胆固醇，鲑鱼越煎越好吃，来500块都有了哈，来，这边来，今天哦，最好全部贵了，给啊，鲑鱼给你来500块，来赶快要吃鲑鱼的动作快来，等等还没有，来，赶紧回来，来鲑鱼500块来，够3块就给你哦。我做水的，跟做客。来，鲑鱼500块，来，今天做你来，来500块，来没有买到鲑鱼的4片500，今天特价再多送一片，5片哦，来500块来鲑鱼。哦，我有几块，我以为那个我的影片有五煞煞，吓我一跳。来500块拢关掉。因为夏天很有可能会五煞煞。没爱上来。所以夏天直播的话，要有一点点技巧，不然的话。很容易就糊掉喽。来，好，阿达处理姐。你接下来就会看到有些人的直播会糊掉。大虾70球，来一千85，有人要吃无？对，煮汤对，炊对，气炸锅青菜你安怎落去吃？就是顶面这个，这好东西讲起来吃的话，来一千5片，来200块，大虾70球。山上优雅哦。不是优雅啦，身上湿热啦，哦，你也头壳拢在想哪回事？有啦，没啦，大家笑啦，哦，我袂甲你笑啦，哎呀，我两百，来100块，我你送来100块来，对啊，虾子，这79一盒就将近100块了，3盒100块多啊，我不能在我那边。谢谢，来还没吃阿爸碗，200块碗，大
来200块来，好钱呢。一包现在要120了。这种都是限量品，我跟你讲，这种都是限量品的。我卖你一包两包，你这种拿过来都是限量品，看就知道。什么是限量品，什么不是限量品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你两包，来200块来，好不好？来两包，我不要钱。一百块三百只蛤蟆，那如果你要的话，就赶快买。100块，来蛤蟆要吃，进来来一百块得。哦，大水。来100块来，100块来，蛤蟆100。是要滚哦。来100块来，蛤蟆，来100块，贵也贵啊。两个。来100块来，不给他剥回剥袂到。来，谢谢。蛤蟆。哦，好，还要什么来？赶快。来回去见我了，来赶紧的来，你有要爱啥紧讲嘿，我阿婆黑见我好啊。小文，你的话题跳太快了，你的话题跳太快了，突然跳到股票那边去。你为什么话题突然跳到股票那边去？来平段中高来300块，头家走来啊！嘿，来我去给上一袋，来300，一袋全部30块，平段中高。跳太快了。弄完哈，啊谢谢。来你有要吃啥的冰块？来吃虾啊，甲不了了。来天使红虾来，来赶快哦，要吃天使红虾的，这里有2公斤哦。我发现有在买股票的人没那么多。来，你三百块，来，小姐，来三百块。
哎，要吃的动作快啊！来三百块都有天使龙虾，来三百块啦！天使龙虾今天在挂，你那边见了天使龙虾？现在才出现，你用烤的。来，注意听，伊不是鲜的，伊是青啊，是青哦，不是鲜的哦，就是爱蒸过来烘过哦。来，五百块买啦，来三百，来恁三个买就好啦，拢互恁啦。会来几个买？我一个买哦，来三百块，个人要食天使龙虾无？来三百。三百拢话哦，好啊，来啦，今仔日就规日甲拼拼好啊。我看今仔人家咧开钱，敢若无啥欢喜啊，爱互恁开互欢喜啦。来三百块来滴，讲真诶啊，今仔无拼无完吼，我嘛是在这顶啊。啊，你若跌着，你是赚着啦。真的，现在东西不可能那么便宜卖哦。来三百块几个买，只有小姐你四百多买会不会？好，算了，国庆了咯。来三百块，咸土托明天进师傅会有吗？来三百块。天使龙虾是新的吗？喂，你太久没来干了吧？天使龙虾两个月了。天使龙虾来两个月了。咸土托明天进师傅会有。咸土托明天进师傅会有。我卖你五百，你要怎买？四个客人。来300块，来，通通给您来，后边后边。哎呦！来三百，天使龙虾，大概都这个尺寸呢。我记得天使龙虾大概都这个尺寸。可是它的价钱，它天使龙虾的价钱是四年前的价钱。来三百，好久来，阿哥下。四年前有流行过一阵子的天使龙虾。啊，四年前就是这个价格，啊，现在过了四年还是这个价格。来，一样啦，一个让你吃一公斤的对啊。现在如果是外面的天使龙虾，这一盒大概是基本都要1000块啦。来，别来，不用五百了，赶快三百块。天使龙虾。一样两个客人啊，一样将近就是1公斤啊，不是将近。三个。来三百块两个天使龙虾。冰块。来，谁没拿到天使龙虾？等我。还有两个没拿到。是啊，我别安尼，以后天使龙虾无介绍啊，这边。那我哎，你写哈罗。你今天你在公司我做主人家，你到时今天都公司公司在创啥？哈哈哈！你敢不跳多卖？喜欢记呀！来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我被点名然后光光跟谁出来？这个真的是乱卖啊！这堆五百块卖卖你三百，我跟人聊聊的，以后天使龙虾多拜拜啊，辛苦拜啊！而且。好啦，拢过掉哦。好啦，等下，好啦。有冰的。好啦，先我玩先。天使龙虾先。有，还在加冰姐啊，姐啊。你是做过啦？哎呀，你等我一下啦，买啦，袂不好意思。OK， 来。这个真的是四五年前的价格。这个天使龙虾真的是四五年前的价格。来，请光把你弄过来。来，免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四罐肉，等于咧炒饭、炒面，真正好食。华丹蟹肉三片，鱼仔五两百，四片，来五片两百，来招一个人客，金锅鳗五盒200块，来面顶头过来这边了。来金锅鳗200块来，来进来五片哦，你200块来，四罐肉五盒，来200块，金锅鳗，来进来金锅鳗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，进来五片哦，你现在比较多人、哦，来两百。比较晚比较多了，因为天气比较没那么热，比较多了。来，冷巴龙可以啊，就是下午太热了，然后现在天气比较好，现在比较凉了，就比较多人。来回机电来，度假机场。刚才大家觉得太热了。谢谢啊，来这边。现在人才出现，你看，现在人才出现。我就知道这边，我就不知道谁。来，再一碗五个人客，来300块来。我屌的啦，这已经少了。对，解锁你回去接一下，一样沾沙拉青菜，然后再来我了哈，来300块来，老婆你看，我让给妹妹得了，来300块，拜托的，将了辣椒叶啊，每天300块我告诉啊，
来300块，不给卖，几个卖了啊？炸鱼卵呢？帮我们炸鱼卵，那边中价帮我们。等我一下，炸鱼卵。你过来搞，我们快点哦。OK， 加了什么东西？等我一下。